各位大家好，会长欢迎又来到我们微城衍生书系列哦。今天我们来谈装置大法系的第16小项目啊，我们来谈一谈修炼与组织哈。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呢？事实上这个几乎是困惑了许许多多的修炼人呢上千年走不止哈。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宗教系统出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修炼就变成一个有组织性的这种团体哈。那本来过去呢修炼人呢都在深山老林里修炼呢，或是这个老师傅呢带着一个弟子呢在深山老林，在这个所谓的世机中隐藏在人世间中呢修炼哈，都是单传独授的。那在这个所谓的宗教呢这个系统出现的时候呢，开始呢就是有一些组织啦，有一些住持啦，一些知客啦，还有一些不同的名称的这种以佛教的这个系统来讲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组织出现哈。那在我们眼前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创世大法的传出来的时候呢，因为人数也是非常多了所以呢也是需要的有个类似的这种组织呢这样来服务大家哈。那这个服务大家的这种的基点当然是非常好非常好好，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些弊病呢，有些修炼人不知道一般来讲我们讲的一些所谓的人世间的这些组织呢是为了什么，为了配合这个整个社会的环境呢有一个这样立案的一个单位来呢合法的单位呢，在现代的环境里面在这个国家的这个体制里面也好它的这个法规的要求里面呢总是你要去行文有个单位嘛你要做一些活动也是要有这样的单位，所以就形成了类似这样的组织呢出现就是一个可能法人组织呢或一个协会这样的组织出现那当然修炼人呢在其中呢大概就会受到一些不同的制约哈。这个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修炼嘛，自己在对法上的理解对师父法中的理解，那你是自己有所证悟非常好。然后当然大家这个在一定的时间呢有人呢就会跟大家讲我们一起来学法学法练功也好，集体练功集体学法，这就非常好了，比学比修嘛，都是非常好了。好，那这样的大家来练完功学完法就走了回去呢这是非常好。那提供这场地的这个善心的这些修炼人呢也是非常好，因为现在的环境不用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躲在山洞里面修那就在人世间真修炼呢，它其实还有更高的修炼的意义躲在深山老林里面没有人考你你怎么修在人世间什么样的人心都有了，考起来就是非常的彻底这个是创世主曾经讲过一句话叫白苦一起降看起如何活，这个还不只是练功身体的这种过关宵夜过关，还有人心的这种修行最难过，那修行的这种考验呢是最不容易过的当然你再躲在深山老林就没有这机会了。好，回过头来，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呢本来就是大家都是各自对法的证悟，自行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的范围里面呢去证实法，当然有小有大随着自己的能力呢跟自己的威德呢所展开的局面是不一样的有个别的有差异的我们个别自己去证实法
华啦，好，在网络上也好，也都一样哈。那要走出去练功也好啊，或者是参加一些展览呢，啊，也是一样哈。那办了一些展览，办一些讲座，啊，这是不同的啊范围哈，或者你说去参加排斥啊，参加这个哈，啊，这个不同的集体的练功弘法的动作啊，今天讲金像，这个都是修炼之一哈。但是呢，这样的松散管理呢，这是参事署要求的一种态势哈。但是任何一个组织到最后呢，其实都会被权威化。权威化就是说，出现了上级指导员哈。所谓的上级指导员修炼呢，每个人对着自己针对法对师父的有所体悟，有所证悟啊，自己在修炼中自己提升。可是中间如果夹一个上级指导员说你的修炼呢，啊，我还有一个上面在管我的人哈，这个而不是师父哈，那就。有点离谱了。当然你都把它当作是考验，那也就算了。可是这个群体呢的组织呢，这个所谓上级指导员会慢慢扩张哈，那势力也会越来越大哈，因为很多举措，因为考虑什么，考虑那个，考虑这个哈，所以会变成一个抑制修炼人修炼的另一个障碍哈。但是一般的修炼人是无法理解到这样的严重性。创世主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不是这次的破坏，他不会成立类似这个佛学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哈。那就是也是因为希望大家能够哈，我想这个师父的用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呢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大家能够听到信息啊，能大家一起做活动的一个一个服务的单位哈。但是因为这样的服务单位在某种的环境之下呢，它在这末法末劫的人世间里面啊，环境的整个败坏下来的时候，其实啊，虽然是修炼人组织了这样的组织，事实上也是有人心哈，还是会有人心的哈。那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心，自己在过关斩将中自己去突破，但是在组织来讲就不容易了，它就会有一个不同的力量哈，形式一样啊，会推着这个组织里面的人来去做一些啊，不是一般呐，不是一般个人能做的事哈。那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正反两面呐，你能够统领哈，就是说去统筹大家去弘法，一起去弘法很好。可是到最后变成听命于组织，或是受到组织的整个这样有一种比较严重性的控制的话，那就对修炼人来讲就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啊。如果说有一个弘法活动呢，他看了哎呀这个非常好，就要参加哈。但是你却讲，如果说因为害怕组织的干扰跟破坏哈，这个这样你就不敢参加了，那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严重的障碍一个修炼人的修炼哈。这个包含对一些法理的证悟，同修在交流的时候，你突然看到有些同修交流的非常好的时候，哎，你想引用这个文章然后发转出去，结果被这样不同领域的修炼人呢，他的境界层次也不一样，他看不懂的文章哎，或是他的别人的证悟，他就可能就排斥啊。排斥的话，如果是组织群体的人，那就这样发文呢，自己讲去压制，甚至打电话去攻击跟压制呢，这个修炼人本来要去做的事啊。这样的形成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整个团体呢有时候在三界的一些机制里面的运作里面会产生很严重的普遍性的全面性的叫类似前金覆没的这种现象，也就是本来不说是一个个人修炼人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就像两个修炼人之间的修炼证悟的内涵层次不同产生的差异，这很简单也是很正常啊，各自一样在自己修炼哈，灵异里面修炼哈，真是我一样。可是，在组织介入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变成一个是组织，一个个人的时候，那组织里面人的思维意见呢，跟这个修炼人的生活当然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就干嘛？就打压，打压的时候那严重了。那严重的时候就发布了全国的，甚至全球的这种所谓的不同。
同的见解的这种什么这种叫做做的信息哈，那这信息却影响其他的修炼人这样啊，去讲去认识真正的去看清楚这个法中的证悟的比邪比修哈，那最后终至导致了一种全面性的打压，就是全面性打压，就是只是一个人的啊证悟跟另外一个人证悟不一样啊，依靠的组织就变成这样。组织在打压啊，另一个修炼人的政务哦，这个就形成了很严重。我想这个带来不只是这个大法修炼呢，其实各宗教的修炼团体也是如此哈。啊，我们讲慧能哈，啊六祖慧能呢，他这个禅宗的最后这个所有的传承者慧能的修炼过程的故事，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这么多的修炼人五祖呢，这个在看到六祖来的时候，他还明知道这个修炼的根基不错，但是在这么群体里面啊，他可能就是哎，就想办法啊，想办法就是要把一些传承的内涵好、啊、传给这个六祖哈。那所以这样在这很多环境里面呢，就演出了这个六祖慧能的整个得法得到衣钵的过程的惊险的这个画面哈，这样的故事啊，当然看过这个信息的大家都应该非常的清楚，甚至密勒日巴也是一样哈，他的修炼过程里面，那这个受尽了这个师父的这种考验的时候，其他的他的师兄弟呢其实也不大敢动作哈。那很多事情其实修炼的是看不懂的啊，到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里面有很多其实是这样被封锁了很密很严的哈，修得高哈，他被封锁了更厉害哈。师父在讲话中，最近的在半贺中呢，也提示到了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哈。其实师父不让任何人来看，能看透。大法弟子的修炼哈，既然师父都不让任何人来看到这个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那何况我们在修炼中的人，你怎么知道哪位同修他的修炼的状态呢？他到底修到什么样的层次呢？境界呢？啊，其实是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事实上是看不懂的哈。那看不懂的时候啊，却要用人心哈。一个人呢不会做的动作，几个人在一起哈、啊、就会干坏事哦。嗯，一个人还有一点啊，这个思维哈、啊，自己还有一点正念，可在几个人的压迫之下，甚至不同层次、更低层次人的压迫之下，那个组织的头他也会受不了，必须要发布类似这种哈、啊，其实违背修炼的一种这个所谓的信息出去，去通告所有的这修炼人去干嘛？去做一种打压。另一个修炼的证悟的动作，这个就严重性呢，就是师父呢，创世主呢，为什么讲若不是这次破坏，不可能哈，绝不会让大家成立类似这种佛学会的组织。那佛学会本身呢，这种组织呢，对我们大家在弘法上帮助非常大，但是它在负面方面呢，它形成一个势力啊，这个势力就是这样，它就是当然就是组织大是人的事了啊，一般都是会站在人这。委屈去思考很多事情，那导致于呢很多修炼人分不清楚一些人为事情、组织的人为事情，或是修炼上真正的修炼上的东西哈。师父最后呢警醒大家了，就说不要再去找师父了。不只是最近就说啊，先不说啊，你不用再来找师父啊，问什么问题了？其实从你德华开始听完九天八年，你的证悟前整个海外讲法这么多的海外讲法，九天机都解开来了。各位在法中呢看到就知道要怎么做，是不用去找师父的。所以在法中的证悟，你就知道要怎么去弘传大法，怎么去救度世人哈。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为神讲说，为神只包容所有的同修的所有的证悟哈，还有他们弘传大法的方式哈。啊，我们不可能去攻击，去评级哈，因为每个人在师父面前发的事业不一样呢，我们怎么敢去排斥同修的弘
藏传大法的他证悟的法理，甚至他的层次，他来自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师父也不让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拿胆敢，有那么大的胆子，胆敢这样去讲，去阻止一个修炼人的证悟跟他的弘传大法、正式大法的动作。甚至也许各位不敢相信，师父就像历史的这些传承的这些我们佛教的故事里面很多的天机一直在暗示的大法弟子，也许有个师父特别安排中要来讲，要来破除一切人间的一些最后的障碍跟救度，前面的救度的这样的人的话，如果有安排这样的人的话，怎么可能你看得懂他在人世间的说一些的动作呢？那他的修炼考验，那就不只是像弥勒日巴哈，也不是像那个所谓的这个慧六字慧能嘞，甚至地就大家知道的释迦牟尼的这个陀陀第一的这个大迦摄呢。那其实整个这一次呢，我们在得着正这个大法的修炼里面，一定要参考一下历史上这些古圣先贤留下来的预言以外，还有他们的很多修炼的事迹呢。师父当年在中国大陆编了，请同修呢、教同修呢、学员呢编了一份呢佛教名词的解释跟《弥勒日巴传》。主要是告诉这些我们在人世间的朋友去同修呢，是很多没有修炼概念的哈。你要知道什么是各宗教的这种名词、佛教名词，甚至这些修炼人的修炼的这种甘苦，没有人看得懂哈。最后，通通对要到达最后才恍然大悟。所以，身为一个修炼人，在经过这种各种这个法中的熏陶的时候，甚至看到这些古圣先贤的预言的故事的时候，大家要警醒自己啊！我们是没有资格去批评、给评判任何一个还在修炼中的大法弟子。各位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安排什么，在师父的安排里面，他要完成什么，他在师父面前画的事业，跟大家是不一样的。那你又如何知道呢？师父在这个《代班二》里面呢，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大法弟子的修炼与身体状态，除了师父谁都看不到啊，因为这牵扯到未来宇宙的安全。”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同修有哪一个是已经超越到师父的这种整个封印哈，修得高责任大，身体比封印的越严格哈。大法弟子啊，你只是一个在人中修炼的人，不管你在组织多高的层次以上，你在北美也好，你在台湾也好，你在大陆也好，不管你是多么伟大的所谓的什么行政上的这个组织里面的头也好。你也是要修炼，而且你在过关的时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那如果造了业犯了错，那怎么赎怎么还呢？其实最后的大审判书都有讲到，对大法弟子的审判啊，到时候连哭都来不及。为什么？因为世上一路过来的整个的这种考验呢，都已经讲已经成型哈，就是成型，就是说干了坏事就干坏事了啊，然后破坏就破坏了。可是呢，这个讲这个大法弟子之间呢，还有师父呢，有另有安排的安排哈，所以很多的打压事实上就变成送礼哈，就跟那个西方学院正定中的经历，他看到师父演化给他看到了，像一些老道呢，这样一些佛道神的这些来讲来考验弟子的时候，其实打下来的业力呢，事实上都转化为功哈，转化为成就这个弟子的功哈。那今天围城一路走过来，其实也处于这样的境地。之所以我也跟大家来明白一件事情，来讲到这个修炼与组织哈，就是来提示这件事情啊。事实上，围城是非常高兴哈，非常高兴说环境中有这样的提供这么好的资源哈。来讲来帮助就像组织给予的这么庞大的德来
来帮助微臣去向前求打开跟弘传大法。当然这个是组织中的人呢跟其他的同修呢不同层次修炼的人他无法理解，他看不透的哈。他看不透的是这个空间正反相反哈，这个是非颠倒哈，这个一切很多东西如果用人来理，人的理跟修炼的理是完全是颠倒的哈。所以各位看到了很多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排斥跟打压，有组织发布出来的这种信息的话，对于修炼人来讲是非常快乐的哈，非常快乐，就是一切都被收来转化为自己的德哈，以至于说微臣为什么一路过来，还有很多的同修这样一直在帮忙，一直在帮忙，其实很简单啊，当然这是同修的政务中啊来支持啊。但这其中也有很多很多是由这个组织所打压而产生的这种威德哈，产生的威德就是转化成的功德哈，这个修炼就是这么奥妙哈。所以我们看到古圣先生他留下了许多宗教界的修炼故事哈，各位也可以多去参考一下啊，以便于我们在这一次的整个弘传大法中不至于哈太偏颇，那个心呢太偏颇哈啊，要有大公无私的心，这时候你能看透，你真的能明白师父的苦心哈。很多事情师父不能讲，师徒一心呢，早在二十多年前。师父在1996年呢，啊，这是他讲的一个弥勒哎，啊，唯识弘法度众生，四海起经法传真，十二祖师传大法，转通法轮乾坤阵，以弥勒为名的这样的诗呢，这样的经文呢，啊，在1996年发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北京国际法会上。那这个事情说实在的，也是很多同修的误解哈，误解甚至啊，这个不能理解哈。那师父其实早就看到那个情形啊，急忙的赶到回到哪里？回到北京去啊，让大家留下来再讲一次话哈。北京国际交流会的讲话就是这样出来，但是也不让大家马上看到哈，因为这牵扯到有弟子也是要证实这个弥勒哈，这个弟子必须先证实了弥勒，再看到这些经文。但是整个恍然大悟的过程里面，这修炼人都非常清楚师父的苦心啊，有苦难言，有很多天机不能讲清楚的。那弟子在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是想凭着自己的正念，一个悟性跟正念，才能这样才。可能不自己犯了错哈，所以在后来1999年的时候，弘一出来的时候，师父把弥勒两个字改为心名，这个就是啊，这个其实弟子之间哈，跟师父之间是相通的，心是通的哈，好，师徒一心哦，扭转乾坤，就是其实微臣一路走过来就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很多话呢，其实不好讲哈，不好跟同修讲清楚。那事实上，修炼人。如果用神的一念正念去看待任何事情，他就会看到真正的修炼的内涵。那用人的心去看的时候，拍摄那就会这样，那就是掉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修炼的误区，甚至会掉入那个旧势力的陷阱，最后这样啊，整个因为排斥同修堵自己修炼的路哈，师父的顶醒哈，警醒大家，可是不见得大家能听到师父曾经讲过的那些法理跟话，因为每个人修炼的层次不一样，在比学比修之下，同修在学法交流一定要多听听同修的那个证悟的内涵。所以在啊，微臣一路过来没办法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啊，就改为在出书出的资料，甚至啊，出了现在 YouTube 上的一些视频哈，各位在视频上一样可以看到微臣一路走过来的啊，这种解天机呢，甚至一些所有在我们修炼中的一些证悟的法理哈，那比学比修，我想这是师父期望大家呢一起学习一起修上来的啊，如何破除这个旧势力安排三界里面的陷阱，就是堵自己，因为排斥同修堵自己修炼的路很简单，你如果排斥谁，你如果看到他的文章你就按个赞转发出去，他的文章绝对是也是证实法弘传大法的
好，这个在旧势力集中的点上，感应要怎样去正视大法？好，去正视自己，正视自己呢，去得到这部宇宙的根本了哈。这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对一个修炼的人，不是修到最后没有了哈。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教界有一种危险的境地，就修到后面空掉了，空掉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他是没有在突破，陷入一个空境。可是空境呢，在一个所谓的用人去对待来讲，是很好的境界。可是对于修炼人来讲，那是有危险的境地，你要再突破。好，在突破的时候就是这样，空中不空，空中不空了，事实上生命的主体一直在，这个修炼人修到最后没有了，不见了，变成整个宇宙不见了，那是不对的。他们还不知道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命体，修炼修到多高就是一个主体，就是为什么就主意识，主意识就是你自己的真正的主元神，是要非常清醒的。人世间的所有一切的变化，包含三界的一些变化，不同身体的所有一切境界层次的变化，都不要放在心里。你就记住，你是得法的一个正法的大法弟子，修炼中的真正的修炼的大法弟子，正法大法弟子。而且最近微尘直接讲的是佛成大法。什么叫佛成大法？我们师父创世主呢所传的是弥勒佛传，弥勒所传的话就是从佛的国位修起，所以你一得法就是在佛的国位上修持，往上突破，往下去圆满，去圆融圆满，整个突破层次 是不可限量，全部都锁起来，不让其他的神看到，也不让其他同修看到。所以同修之间呢，平我圆满之下，看到同修的证悟，你就要赶快随喜功德去按赞，去转化，去分享，这个你本身就可以得现成，在过关斩将的考验中，你又能够真正得到现成。其实修炼是有考验的，但是考验各位可不要把它当作什么啊，当作是一种已经这样已经完蛋的一个局面，或是说啊这个人啊在宵夜啊，这这样怎样不好，事实上不是，因为你没看到，你看不到在这个宵夜过程一个生命的提升的过程，在他参与的正式大法的过程里面，他的突破的境界层次也超过大家想象了。我们每个人在书面前画的事业呢，写下的事业都不一样，同修呢要有包容的心呢，去这样去一起的分享，一起的去啊，去一起的去加油，甚至参与啊，一起这样去弘传大法啊，正实创世主以来，正实宇宙根本大法在人间的弘传啊。当然神印做了十年，这个都是一个根本的主题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法修炼。最后呢，似乎改变了论理的那个内涵啊。大法是创世者的思维，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啊，内涵宏伟至极啊。各位想想看，这样的内涵已经不是一般的气功修炼，也不是一般人间的一些东西了。当然，这讲起来就是修炼人一定要在法上去讲体悟，师父以法。啊，之间的这种修炼的这种要求哈，回过头来你看到其他同修的一切的起起落落也好，吃了多少苦呀，笑了多少也都是非常的正常，都是需要大家去鼓励去这样按赞呢，啊，去鼓励同修的修上来的哈，啊，排斥两个字千万不要有哈，又出现了这样排斥字，就用口诀啊，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不好观念、外来干扰。其实有法在，有师在，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今天得到这个啊，这个佛成大法，创世主的所传的宇宙根本大法，从佛的位修起的佛成大法，这个就是这一次师父呢，创世主在全球普渡所展开的啊，它的基本的形式哈。名字也许大家没有听过，但没关系，那微尘今天把它点出来。师父在山上的肉桂念间就讲到哈，传大法入三界，称弥勒之佛尘，以弥勒之佛尘这样来弘传普渡。所以各位要记住，山上师父的经文，真正的肉桂念间，不是所以不佛不，就是因为给大法弟子机会哈，你很多还误解肉桂念间，还不看肉桂念间的同修要注意了。肉桂念间是师父对宇宙众神宣告刻在石碑上的一个正法进程的主要的师父的正，这个说正法的整个
整个宣告。如果弟子不去看的话，你可能就不是大法弟子，这个严重性。所以各位可不要听人随便讲讲说不能传小道消息，这是师父的经文，不是小道消息。之所以小道消息，就是传在山上啦，那个种菜啦，或是说那边的风景啦，还有一些怎样啦，原来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呢，那个是小道消息。但师父的经文把它当作小道消息，这就是修炼人哈看不懂师父讲法的天机所在。那维城在这边点醒大家，就是在上次的问答中呢，讲到这个六归念间的事，师父其实连六归念间这五个字都不讲哈，这是要大家去悟，大家去得，这样才算哈。在现在为止，今天师父还没有把六归念间宣布开来的时候，还是给大家机会哈。围城呢，也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之下呢，才看到网络上的六归念间，好黑白的六归念间，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下来。后来看到有同学也把文字做出来了，好，那我们也就把它整理出来，好，送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这就是师父的苦心，里面有几个人知道哈？那围城一路走过来，事实上都非常明白，师徒一心呢，扭转乾坤，师父的苦心围城知道。所以其实师父曾经也对新鲜呢，今天你从佛教界过来，你要看到法轮功，看到这个修炼人在这种环境里面奇怪。怎么一问三不知呢？其实很多真正的修炼的故事，佛道两家的修炼故事，这个大法弟有时候呢，被抑制的太严重了，所以这样不学无术，没有往真正的突破，不去接受更多的同修的交流学习，把自己封锁起来，所以脑袋是打不开的，很僵硬的。那所以呢，看到这种情形，事实上各位呢，各位应该知道说如何去讲去学习突破展开呢，就是不要去排斥同修，不要去排斥同修的正式化的内涵。那同修告诉你山上有一个碑文叫六归念间，那你只要上网，你就打这个六归念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哦。那好好的去看经文，甚至把它背下来，因为师父在山上呢，对这些所有到山上去帮忙工作的人员，那些同修也告诉他们要背下这个经文哦。那为什么师父要教大家背下这个经文？因为它的内涵啊，你看完了就知道，你一路走过来是否这样？是否明白师父的苦心？是否也误解了一些其他的同修、一些同修正式化的内涵的事情呢？修炼人比修，从不讲去排斥同修的哈，小心了，因为只要一排斥同修，那个人不管他的境界层次，他做的所有正式化，你就完全去讲，完全隔离开来。也就是说，他做哪些事，你就不能做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说一个修炼人修炼的路被堵上，你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围城在这边呼吁的时候，各位呢看到围城也好，或其他同修有很好的文章，就点赞转发。我们在 Facebook 上看到同修的正式化的东西哈，这些资料文章我们都按赞呢转发。好，那你如果不想转发也没关系，按个赞呢，最起码你知道这是大法弟子在正式化所铺的文章哦。那当然有些事情就是，当然你如果是看不懂你千万不要去反对，甚至不要去排斥看不懂就 pass 过去了这个修炼的，随着修炼的境界层次呢，你当然会逐渐的提高，你也会看得更透，也就是说你的容量，你的世界当然越宽广越包容越大了，那你的救度众生的力道也当然越强，越讲越记住了。那这个师父传法，从佛的国会修起的佛成大法，宇宙根本大法，其实是大大不可思议了。各位注意大家怎么修，上面没有封顶，你要修多高都没问题的。围城在讲说重开轮王上位，重启这个什么红绳榜，其实是围城个人的政务，也是一直在往这方面呢去前面的去讲，去打开创世主以来的天机，甚至是红传这部道法。也同时希望同修之间呢一起比学比修的修上来，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上的史前的事业哦。我们今天很简单就先讲到这里哦。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我一生情天，何妨破迷上青天。